我觉得他只想看看认识我吧，他只能跟别人做爱，他没办法跟我。那你认识林香吗？有啊，认识。不熟，有聊过一次，他是叫我说辛苦了，我说你也辛苦了这样。温蒂傻眼，被孙生给要跟别人爱爱，又抱怀魔兽第六个孩子。魔兽霍华德加盟桃园永丰云豹队，风情万种的他绯闻没断过，台湾女郎名单众所瞩目。这瓜自产自销，脑洞大开，瞎传霍华德搞大了台女肚子啊！这位爸爸已经有5位小魔术了，掐指一算，等于是有了第6个孩子啊！而且这只女主角就是桃园云豹直男啦啦队成员 Wendy AKA 孙生前女友。觉得被写新闻是因为有张照片，就是刚好在我们机场的时候，我刚才有机长的画面，然后就被拍，就那个机长画面，然后就很多人。虽然正面驳斥， Wendy 还是收到骚扰私讯，甚至有网友要她证明没怀孕。对此她回应，难不成我现在那个来还要拍给你看吗？难不成拍照就会怀孕吗？附赠白眼表情乘以二。玩这种瓦干达 forever， 我没有啦，我到一定没有，我知道啊，真的新闻太荒谬了，笑到我真的快吐血。以前的我脱光到山上吊啊，死都要你回来啊，有没有变之后再说，我这次没有这样，骑士还在原地守候着。好啦，好感动哦，就像我自己的哭吻呢。我感动了，你也是啊，你有没有遇到第二个我出现？那你要对人家好一点，要比我要更好。希望你可以好好对待下一位女孩们。而反骨男孩成员孙生继2020年跟乐天女神林香分手，去年12月又宣布情断交往1.5年的 Wendy， 双方当时啊多次隔空互呛，女方在限动怒轰说要挽回，说只爱我，但是继续到处约炮，男方则回嘴我真的无言，你在外面跟别人爱爱，我根本不想管你嘞。我觉得他只想看看认识我吧，他只能跟别人做爱，他没办法跟我，他是这样，他是没办法跟单一的对。对啊，他就是要很多对象，但是他好处我。目前几人斩？20几个，没有到100个。上一次爱的是女朋友吗？想跟林香复合吗？想。那你认识林香吗？有啊，认识。不熟，有聊过一次。他是叫我说辛苦了，我说你也辛苦了这样。香，近来可好？近来可好？哎，肯定是那个附近的近。哎呀，我以前太坏，都是我被甩的。那你会主动跟女生提分手吗？通常不会，因为我不喜欢就不会在一起，我很难跟别人在一起。在一起完了之后，有一天就不喜欢他，你会直接告诉他吗？不会，我只要一旦爱上就是永恒爱。因为那时候我太坏，不是把我封锁吗？然后直到这几天，我发现我被解开了，把这么好的女生吓跑，有没有回到家好好检讨一下？有啊，所以我对下一任就超好啊。哪一个？那还用问吗？那为什么又没有成功？我又坐过去了，你又坐过去了。